大家好，我是莫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都市天际线建造我们的城市啊。上集的话是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录完之后游戏崩掉了，我没存盘，所以呢我又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把城市之前我们视频里面造过的东西都造了一遍啊，导致出现了这个一些改变啊，大家不要在意这个细节，因为也看不大出啊。这个地铁的话我们重新造了一下，之前地铁规划是这里绕一个圈然后再绕出去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了啊。这边其实应该可以绕到这里的，可以再分一条线出来到这里啊。这条线我重新改一下吧，这条黄线我改一下。拖到这里。点不到这个黄的哦，右键删掉它，把黄线我们重新规划一下，就是同一个，最好是同一个顺序，不要逆的，逆向的就蛋疼了。这黄线是绕一圈绕到哪里了？哎，这个颜色覆盖掉了，惨了。黄线在这里，黄线把黄线要删了，我们重新来一遍。OK， 黄线没有了，对吧？我们现在是从这里开始吧，这里搞一个总站，我感觉总站要在这种城市中心啊，或者什么地方开始，创建一条新线路，就这到这里，然后到这里，到这里，然后到这边，对吧？这边，然后再到这里，然后再回去，啊，那就完美了。就是可以到我们这一个城市，也可以到这里，但是不能去这边旅游区。你要去旅游区、旅游观光区的话，必须要通过我们这一个其他线路去转乘过去啊。我已经标了很多线路了，我们随便选条线路，把颜色改一下，改成这种翠绿色或者不同的颜色。它这颜色太少了，最好能自己再选择一下。红的线路好像我已经有了。黑色线路，黑色线路太毒了，这个吧，这个 OK。我们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条线啊？这条是8号线。好，把这个线路名称规划一下。我们现在有1、2、3、4、5、6、7、8、9条线路，对吧？它可以显示不显示？比如说我们这边市民，先让它运作起来。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市民，他想去这一个。这边想去旅游区的话，这两条线路怎么颜色一样？想去旅游区的话，那就要乘坐这一个8号线，然后到哪里啊？到这里啊，到这里乘这里换乘站，换这个4号线，4号线到这里啊，4号线到哪里啊？我看看，4号线这边好像没有站头啊。哦，4号线到这里，或者到这里啊，反正都有一个站啊，这里没站点。这里有站点，4号线再坐到这边几号线？这是5号线还是几号线？我已经分不清了。啊，这个是5号线啊，4号线换5号线才能去旅游观光区啊，乘坐这个火车或者乘坐游轮出去。你也可以在这里玩啊，我们这里的观光圣地啊，度假村和休闲区啊，造的特别大，现在完全都是靠这一个住宅区。和这个观光区来撑起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一个收入。好，我们可以看看这里面我们现在的预算是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旅游观光。旅游观光的钱有23000，然后住宅收入是73000啊，住宅收入还是占大笔的。因为这个游戏目前只能靠税收来增加你的这一个城市发展的资金。它不像模拟城市的话是靠一些什么旅游业啊、独特建筑去刷钱，然后这个只能靠税收。这怎么了？顾客不足，要关了吗？怎么可能顾客不足呢？你们这旅客一波一波的来好吗？哎，怎么上周这个客流量多了啊，是不是这里堵了？这里特别堵啊，我们现在这边这条路特别堵。因为之前货运是从这里走的，现在货运不走了，货运走这种火车站了。我把那边船的货运给关了，否则每次都要走这里。
感觉这里要分一条路出去，否则这边肯定很堵。我再造条路出去吧，从这边走。大路高速公路，这个带自行车道的。哦，跨江大桥，空间已被占有。哦，这东西，我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造着没法造桥。又来了一暴雨，怎么感觉有点像过山车呢？哇，这里堵的啊，真的，这里堵啊！你看这个桥上有多堵啊！我这条路是最堵的，所以我要让他们到跑那条路。既然设置了这条路，但是他们走的比较慢，真的，这个居民啊，有时候会一直往这里走，走的时间长了才会走另一条路。我们可以这样搞一条那个辅路吧，让它上下在这条桥上，这样就不会在这里堵着了。如果他们要去别的地方，可以走这里。坡度过陡，那很大空间啊。再长一点，坡度过陡，是不是太高了？要远一点，远一点才行。空间已被占据，哇，这个溜了，这个是上桥，反一下，哇，上面有人走了，把这个反一反，要下桥开始。那这边一个道往下走，这个雷暴雨不用管它，雷暴雨瞎暴呢。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 这里的话上桥，这里上桥的话要从这边绕，这边上，或这边上，这边不能上，这边它拐不了。但是用这种道的话就不会有十字路口啊。呀，断电了，断电了。断电，我们走这里吧。这是桥梁，没法穿过去，这也尴尬了，只能走水路。这个能往上一点吗？哦，这也可以抬啊。这里穿不过去啊，是吧？只能从这里走了。这样吧。这边随便先连一下，把这里拆了。这条电线太单个地方了。哇，游戏卡了，怎么回事？瞬间卡了，卡尿了，卡了一下。这游戏玩到后面会非常卡。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Citizens are advised to stay indoors. 哪里发生雷暴了？才一级啊，一级没伤害，你看，一级没有伤害，一级毫无伤害。那这，哇，全堵着了。那我要这里搞条路上去，这里搞条辅路上去。拐个弯，起码要拐个弯。好，就这样。如果他们要去别的地方的话，可以走这条路。然后反正到后面的城市都是要大桥，都是要走大桥了，没大桥不行了。你看这个居民智商有点低，有时候不会往这里走。他们要去哪边？他们要去哪边？我看看，这里一般的车要去哪里？公路哦，好吧，你可以往这里走啊。哦，终于有车上去了。这个要慢慢来啊，他们到时候就会，哎，你看这条路啊，车就稍微多了一点了。之前是没车的，就是要各种贯穿，让他们意识到这边可以走。
啊，这里好堵啊，这里真的好堵啊，我的天，要不这条路不要了。这红绿灯啊，这红绿灯会堵啊，这是个问题啊。可以把这个改成没有红绿灯的，改成一个圆的就没有红绿灯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改成圆的，需要这种的，改成圆的话很花面积，比如说这样，空间已被占据，这里有什么东西吗？啊，不能这样造，只能造四车道。要大，这样，比如说到这个，然后转过去，不让造，因为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有路，这里面有路，把这个路给拆了。我先存个盘，以防万一，万一造不好可以退回来。哎，以防万一啊，我们先把这个路给拆一下，然后转个弯过去。我们可以转个弯过去，然后。形成一个弧度，把这一个直角给拆了，到时候，对吧？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损失。但这里不能拐了，把这里全拆，然后重新改造一下试。而且稍微分开一点啊，稍微分开一点，有点小钱了，大改造的。不拆了。OK， 这边电力都连上了，就是改的有点奇怪，像一条鱼，我才发现这条鱼改的好奇葩，应该给它点个眼睛。啊，这边没有啊，这边还没有路呢，上面还没连呢。我这瞬间这个工业就没了，无工业需求，啥情况？我只是拆了这些工业啊，怎么一下子没有工业需求了？其他地方都满了吗？工业需求瞬间没有了，我需要商业。我们这边要扩展这个了，扩展旅游业，但是旅游业感觉要完了，顾客太少，到时候就完了。可供出售商品不足，旅游现在200多游客，不多。这里的商业啊什么都好了，这里也满了，垃圾没地方运了。搞个这个焚烧，这里开吧，这里不开焚烧，它没法运出去。把这个移到这边。这里的话，哎，这里影响比较小，不移了，移它干嘛？哦，垃圾车31辆，各种在升级。我们开700万，破千万不是梦啊！这里都是缺游客嘛。这个是什么？可供商品不足，因为现在这个工厂全拆了啊，导致没有商品了。犯罪，这里搞一个，哎呦，这个警察局，缺工人，监狱有造着呢，警察局有，这边我感觉消防还是一个重大的难题。这里造不了啊，这里能搞点空间出来造个消防站吗？得搞一个。工业区其实好像不需要医院的吧？工业区不需要医院，我总感觉不需要医院。把这个，哎，我关了干嘛？我要挪一下位置，侧重一下这边。空间不足哦，囤满一个公墓了，不错。这里搞一个扫雪的道路养护，因为这中间好像积雪比较严重，这样就不堵了吗？这里，但是现在不走工业区了都。哎呀，这条路依然堵啊，最堵的是这个桥上。
这里本来是我用来堆垃圾场的，现在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了。哇塞，这个堵的，哎呀，水泄不通。先弄一个这种十字路口，哇，这车瞬间变了。那这边这条路就不能用了，因为先把这个公墓给搬空，然后我们才能造别的东西。把这个房子拆了。我们看看，这个未搬空的没办法。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 Citizens are. 公墓清空中啊，这个没办法弄。我这堵的怎么办呢？这路口很存在问题。这里就没十字路口了，唯一一个堵的地方就这里。我看看啊。哇塞！哎呦我的天！瞬间这里开始堵了，然后这里不堵了。哎，这个智商堪忧啊！你下面不走，都往上面走，导致上面堵。这个 AI 哦，这是这里改了这条路之后瞬间不堵，然后瞬间这里堵了。天哪！这要我怎么办啊？这要怎么办？就要各种的路去代替这个大的路。怎么搞得像什么一样？这个能升级吗？把它升级成高速啊，或者单向的，单向应该没问题。哇塞！哇，发生了什么？好像还是堵着，但是至少没那么堵了。这两边往里面走，然后中间往外面走，然后这个绕圈开始堵了。哎呦，这个问题很纠结，就是缓解了这边堵，然后两边开始堵了，然后这边还有一条路怎么办？这边这条路都没连上。把这个连上试试看。就说这不对，错了，不应该这样。他如果要往这里走的话，那要绕个圈到这里，然后再这样走。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 好点嘞，不过这条路开始堵了。哎呦，这条路压力大了，这条路压力大。这辅路没啥用啊。哎呦，改成单行道好一点了。哇，你们不要这样堵啊！这里怎么开始堵了呢？这改成单行道，这边还是搞单行道。单行道。单行无压力。哎呦，好很多了。我这经过我这瞎改之后好很多，但是这条堵了。啊，好蠢啊，你们不走下面怎么都走上面去了，这个什么情况？哎呦。啊，这一改这边开始堵了。啊，这里本来就堵着。这好点了，你看工业区好多了。哎呦，这里拥堵啊。他们不会往这里走吗？这车什么情况？这车怎么都停在边上了？
都要开到人行道上去了，这车是哪来的？哇，这居民随身掏出一辆车，然后就开着走了。这样好多了啊，改成这个样子之后，哦，这堵，这是红绿灯，没办法。红绿灯不是因为那个车辆交错堵，其实它这个显示错误啊，我觉得不像模拟城市那种堵啊，是因为那个车辆道路拥堵，它这个是红绿灯。已经好很好了，我已经改善了这边的堵了，否则这一条要堵到这边去，然后从这里堵到这里，整个城市里面总归有些地方要堵的，没办法。你现实里面的道路也是因为高架上面会堵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真没办法，他们不会因为这里堵不会往这里走吗？这堵是没办法，这个路被我设计太小了，让他们堵会儿吧。稍微我们改造了一下这个桥，感觉我们还是要造一点这个商业区，这边商业区太少。哇，这是什么情况？可供商品不足，他们不造能怪我吗？这个不能怪我，真不能怪我。这里搞一条商业街。嗯，这里搞条商业街。造起来，分分钟把这个商业挤下去。哇，这人口在暴增啊，什么情况？180几的增啊。这商业区我只要造这种基本上一好就满了，这里可以搞点商业。我说他们说啊，怎么我们上班没地方吃饭的了，是吧？搞点这个吃饭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施工中还自带音效的。哎，这里水不行，自带音效，你看还有电钻声，特别神奇。我还特别去配了这个电钻声，然后感觉让大家感觉啊，我是在玩一个这个有特殊音效的游戏。哎，这什么情况啊？好，我看看这个啊，敲的声音，哇，这里还是堵啊。不过这样可以分一分啊，比之前好多，之前就是堵死了，之前是从头堵到尾。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堵，真的没有那么堵啊！商品不足啊，倒闭好多店啊。现在商品不足是因为没有进货了吗？这火车站现在都没有运输了，火车站为什么都不来火车了？我想不通。那我关了吧，我们走船运吧。现在这个船运一开之后，火车站就出问题了，就不来船了啊，不来车了。五省，这是游轮啊，游轮现在怎么样？游轮哇，300多，游轮瞬间这个客流量上去，但是商品不够了。这里好多的这个，哎，你旅馆商品啊，你旅馆你是开旅馆的啊，不过也要材料。公墓已清空，把这个公墓搬到这边了。你旅馆跟我说商品不足，我也无言以对。旅馆还卖土特产吗？难道？我们把这里再改一改。把这条路给拆。哎，这也可以造着吗？真的没问题吗？哇，这条道堵了，开始。哦天，这里啊，这里断了，这里断了，我把这里连上，这里突然就断了，啊，累啊！
实可以再造一条桥过去。这火车，火车货运火车没有哎，现在都是走那个了。这边两个货运火车站关了吧？拆掉它没啥用，我觉得。直接造一个那种船运输的就行了。怎么连不上？这里断电了吗？没有，拆掉。这里断电了。哇，这里好堵啊！又开始堵了。这里改成这个，改成双向的，啊，单向的。让他们绕圈吗？他们不会绕个圈再上去，绕个圈再上去，让他们往这里拐，拐吧，少年们，你们有两条路可以从这里走，这样会更堵啊！这个桥要堵到西伯利亚去了，都是走这条小路。哎呀！这个交通啊，真的是没法缓解了。要造的好看就没法缓解。还行，啊，这里还是堵，没办法。你要造成圆的就不堵了，但是它没有模拟城市那种人工智能，这个市民智商有点低。模拟城市有时候你给它分路走，他们还会分量，别的倒不会。哎呀，这一集就忙活了这一个桥，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厂改造。工厂它不造起来了是啥情况？工厂都不造了，你看，不缺工业吗？工业缺呀，你们造工业呀？难道是办公楼升级了导致不造工业？哦，这里在升级。商业也不缺，反正就慢慢的多一把这个。51,000，我们要达到65,000啊，65,000才能解锁所有东西。它最高是65,000，但是这慢慢来吧，总会解锁的。拆除一些废弃的房屋。有废弃建筑会降低土地价值。不是会自动拆的吗？这些怎么现在都不自动拆了？啥情况？还有废弃房屋，好多废弃房屋。我就怕拆错了，你知道吗？就说拆错了吗？怀动有居民的拆了这个。还有吗？这边是生病了，生病了为什么没人去救呢？医院就在边上啊。把这出租车调度站，把这个拆了，没啥用。出租车有何用啊？浪费钱。他们拆了，他们还开心。你看，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拆的废弃建筑？这个是没有那个商品，还是没有客人？可供商品不足。哦，这里好多房子要拆啊，至少没有什么烧毁房子。
哎，这个城市很好吗？就没几个可以拆的吗？啊，有三个，三个，这一块倒是挺好的，没啥问题啊，没啥让我操心的。最操心的就是这边。呀，又拆错了吗？哎呀，又拆错了。哎呀，这个他就不能自己拆吗？非要我来拆？没有商品，可供商品不足，导致没有那个人买啊，他们就拆了，他们就跑了，溜了。不是会自动消的吗？消的好慢。现在有货轮进来之后，这个应该是够了。有货轮进来之后，这个运输就够了。运输商品就够了，因为自己做了不足，从外面进口进来一些商品。游客又不行啊，游客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车到那么多，你游客那么少。这边我还开了，哇，这里游客量也不高，还好现在我没有开很多公共事业，开很多那种政策一开我就瞬间没钱了，像之前那样。好了，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也是稍微改了一下，好像改了一点没改的那种路，稍微把这个工业区修缮了一下，修缮成一条鱼了，也缺工人，这缺工人也没有缺这个呀，住宅需求没缺呀，怎么缺那么多工人呢？奇怪了，五万多的这一个还缺工人，我们现在月收入都有，周收入都有八万七万啊，时高时低，现在稳定在四万左右吧。下集的话我们还是要再去改一改，只能靠自己改啊，我不想去看网上说啊这个怎么改不会读什么的，我感觉天际线这个 AID 导致你怎么改都会读啊，他们只会走一条路啊，不会走分路，也不会分流，不会啊一堆人走这里一堆人走那里，他只会盯着一条路走啊，所以很困难。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